你是几号？36，刚洗完，现在才12号而已，他等超久，起码要等半个小时。日底最红的臭豆腐。啊，他就是一份100。哦，让我镜头看一下，感觉就好脆哦。大家有没有闻，隔着这个就闻到香味了？这不夸张，大概在两个路口就闻到臭味了。啊！嗯、好脆哦，很脆，会不会很油啊？不会，超脆的。有够臭吗？有。那个是萝卜丝吗？白萝卜丝吗？嗯。哦，好特别啊，白萝卜丝。它的酱呢？你要不要沾它的辣酱？辣酱放在这里。哇！怎么样？很够味。臭味不要白吃。九层塔。嗯。它酸菜，腌的，蛮入味的。萝卜吧。嗯。哦，泡菜。嗯，臭豆腐，我也把臭豆腐拍一下。你看它，大家可以看它，这外面很多气孔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可是，一般我们吃臭豆腐，它都是比较平面，没有像它这样很多洞的，就是因为有很多气孔，所以吃起来脆。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难怪那么多人。那比较好脆，好脆。好吃哦，加上他拿这个辣酱。我们来原本要等等好多号，我来隔壁买饮料，结果我们就超接近了。嗯，他那个辣椒蛮辣的。嗯，辣椒蛮辣的。你觉得馄饨好吃吗？不是，它外皮好吃，外皮很脆，很好吃。所以那些馅我吃不出来，不过整体是好的。哎，这个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这蛮好吃的，有点像甜不辣。甜的那个，你不是甜不辣，你像那个红豆馒头啊，花枝卷那类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它味道太像花枝卷了吧？嗯，不像素，不像素。超级无敌大碗的这个紫菜蛋花汤，好吃哎、欸，这个比那个好吃。嗯，它饭是有先裹那个蛋液，满满的料。对，应该是买的，对，是买的。接下来还有什么？啊、不是那个香菇的。很可以耶，好好吃哦。还有那个叫什么咸猪鸡还是鸡排的味道？第三个就是我妈妈在家里常常会买那个鸡排、鸡肉，然后自己蘸锅粉，自己炸的那个味道，妈妈的味道，很 juicy， 它不是干，不是柴的，它是 Q 的哦。嗯，基本上是 Q 的，吓到。那个粉我做的很厚，它的粉做的很薄，好香哦！一定会有，
它苦瓜很特别，苦瓜是凉拌的，就那种柠檬味，然后因为有柠檬味可以带点苦瓜的那个苦瓜的味道。好贵，开胃。跟花生哦，哎，对，花生啊，你是喜欢什么？我薏仁、花生、鲜橙、无糖的豆浆、微甜豆浆，然后他还有卖那个薏仁类跟那个刨冰。哇，很嫩，刚被他搓几下之后，豆花整个都了碎掉了，入口即化的那种豆花。但我觉得他那个红豆、绿豆。感觉是蛮新鲜的，牛仙草好吃吗？通，通，我觉得加仙草比较好吃。